这怎么打呀？热塞想硬来了，河道剑魔有加成，热塞想硬来，立刻一个大爆满了，这波怎么能上完？热塞要五杀了，奈德这里收一个，奈德还能收几个？奈德闪现再收一个，奈德这里应该被换掉，但是旁边有热塞，克里斯皮能不能给个盾？克里斯皮盾好了没？克里斯皮盾没好，但是奈德顶住了，还是靠双 C 把这波团接了下来。小虎，这波太帅了呀，大四只。大四只，一四只，小虎这波立功了。小虎，叽里呱啦呱啦叽里，为我虎大将军。前面词儿记不住了。二技，你只能抓大龙啊，你没有第二条路走。小虎进来打几只，打了四只，然后再一穿，往前数，往前顶。再闪现 Q 三有什么用呢？又没伤害，带他切红刀吸血就行了。哎呦，很开心嘛，没压力，四强了。大剑魔怎么说？我强。OK， 又是这里。大剑魔怎么又是这个位置啊？大剑魔，小火，小火有大，小火大。哇，四个小火，小火。带他能上。哎，带他没拿，但是没事的，先跑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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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掉了。能走一个。哎，去了，没伤害。你在 Q， 你在 Q 上什么意思啊？没伤害，没伤害，没伤害。你这 Q 闪现什么意思啊？哇，差一点点啊！这波小虎洗白了呀！哇，你开心了？肯定开心啊！开到四个了呀！兄弟，看我的大！能要不了了吧？帅哥，大面开出来，一打五个小虎，小虎打三个，哇！后续也后续了，完了，赖特被拉了，但是打不死赖特，好像。有红刀 Q 继续往前追，直接闪现 A 死了 ，Play Fox。哇，可以上去闪现 Q， 但是他没有剑魔在胯下，在冷血的胯下，赖特被包住了。差一点点，赛大面好了。小虎 TP 大面一开，翅膀一张，大龙先没了。小虎来了，小虎来了，四个，起来，来个来了，来个，来个吃他装了，来个喷火，又了喷火，无所谓，飞机，我操，原来已经成谁拉位了？谁来打伤害？这没打伤害，老黑都没有冲，全部往里面再冲。我操，这现在砍死后排全部，害怕？拿个龙魂，拿个那个听龙魂呀、啊，长长记忆，给你们长长记忆。S 赛的剑魔，热菜，剑魔太大了。三级血的龙了，怎么说？他们要先抓龙，要打人了。你看，我操，砍了四个，但是这伤害，哎呦，哎呦，放条板子，那叫剑魔，剑魔吃了牛肉。哇，来，这个是没有大的，这个是没有大，老黑可以吸回来。哇，我天，这波微博打得好，但是我说实话是 N R G 打的也很水，知道吧？急死了，是吧？这里给他小虎表情，哎，我这波怎么样？我牛不牛？你很棒，你也很棒棒。硬打人可以先扛第一波，拉人，妮可大招，好大，妮可这波打得不错。热塞处理到牛头，发条拉的也不错。大灭，热塞现在是如入无人之境，红白刀死不了，红白刀嘴脸，还有一个一血没死，加速回城走了给他，说是。红刀的 Q 差点反甲把自己反死了。儿啊，剑魔这波大好了，有大的直接开始大招。小虎这个位置在绕后，德赛在拖正面，龙可以给你。小虎直接进场，大住了三个。这时候后续怎么说？厄斐琉斯墩墩墩。这时候不用你墩了，德赛回来了，锁头锁厄斐琉斯头吧，德赛全杀了。来，让你跑。这时候魏魏过来逮，哎，逮不着这个人。直接大灭先开起来，那感觉龙要先被抓掉了，龙被拿完了，小虎进去，小虎大开四个，还可以，全大到了，又砍了四个，但是冲击波拉到了欧菲留斯，赖的红白刀，剑魔来了，泽晒往前锁，但是已经先闪过去一刀收掉了对面的发条，再过来贴住脸，白刀就是 A 到底，最后红刀吸了一点，哇，挺赚的呀，是不？哎，正面没有打野。一个拿这边可以把龙山顶走，龙山大破野下场，打到了四个人，但是偶尔被刘翠被拉了，不过赖特这边血量保持还可以，赖特可以收割，闪现一刀的带走对方八条，坑卡子也是一个残血，刘翠这边处理完对面后排之后赶过来保护赖特，赖特保住了，还有最后一个人跑掉了，只保到了一个龙种。哎，这波感觉直接虐烂哎！小虎有大，但没有闪现，但踩进龙坑，直接一台四，但这边这一推还是没有人够补好，很好伤害处理，再捐两个 light， 先把对方 MVR 给击杀之后，一个红白刀闪现进龙坑，但是自己被锁住 ，Doctor 还有 Q 三再击飞回来，但是 light 依旧还没倒地，红白刀持续输出，白刀直进，红刀直出 ，light 配合蓝帅拿下 double， 留了一个龙种还可以。小虎做完之后，看着队友疯狂厮杀。Baron down to 5,000. Wei Wei still dead. Finish. TP finish. World Ender still there. Baron dropped. However, the pop off.
awesome. Just found three. Xiaohu goes in. A massive shockwave. Nearly kills Light and Chris. Xiaohu's hanging on. Contract. Turning it right back around on the Light. But he won't be able to find enough damage. Dopa can't do it either. As energy bodies hit the floor all over the river, they got the Baron. But it's Weibo who takes their life.